哪个时间都有哪个脾气。哦，那换你上去跳啊！哎、欸，你会跳？你上去跳啊！你知道我在台上就是被这 CEO 这么呛到，现在可以一直按，一直按。旁边都没有。蔡依林玩特效玩疯，连环发出魔性笑声。你们是推还是拉比较多？我在前面拉，他在后面推。哦，示范一下，啊、是这样。哦，拉跟对，因为我们曾经那个滑铁卢过，所以一上来的时候我都要先抓住这个。就是有一次椅子就从这里断掉，就一起跌倒飞出去。我取他名字啊，妈妈，妈妈。妈妈再来就是听到他们的叫骂声很大，所以叫妈妈好。快，30秒。来哦，绕一圈，绕一个圆圈，绕一个。拉着你吗？来，加油！来，加油！二一走。直接玩开了，蔡依林世界巡演4年即将告一段落。为了体验幕后的辛劳，她也亲自体验部分幕后伙伴的工作内容。好，音乐准备，3、2、1，走。准备快收，需要一直举右手，觉得好像有点不平衡。你知道我在台上就是被这 CEO 这么呛到，现在可以一直按，一直按，旁边都没有。所以我等一下只是要按这个而已。对，乖，没碰，那就是这一颗 CO2， 你可以看感觉。哦，原来演唱会长这样。干笑。一号对应就是他剪的。好，六号。好像打游戏。对。然后对应8号特写，哦，明白。对，然后2号看一个大全景，然后准备要降下来了。有这个 ending 做得好。对。好不好玩？好忙哦！为什么我在荧幕上？大准备，3、2、1，走。